大家好，我是整形外科陈谦医师，邀请你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其实，在很多眼窝凹陷的人哦，他的眼睛本来就有一点轻度的体积比较无力的现象。那为什么我说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现象呢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啊，当我们的眼窝比较凹陷的时候呢，其实会增加我们眼睛睁开的疲劳度。眼窝的凹陷越严重，我们睁开眼睛会越难睁开，会觉得有一个厚重的东西压在眼睛上面，皮肤压迫着眼皮。那当出现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呢，我们的眼周肌肉呢，常常会不自主的会出现一些挑眉、皱眉、挤眉弄眼的这些动作。那这些动作呢，会进一步的让我们的体睑肌的腱膜又在被拉扯的更松弛，那会造成眼睛更疲劳的一个现象。那眼周肌肉反复的这种疲劳状态呢，又会在恶化眼睛的这个凹陷的感觉。所以呢，如果眼窝凹陷呢，大家有发现它越来越严重的情形哦，我会建议说要找专业的整形外科医师去做评估，去做改善，这样子才可以停止这个恶性循环的现象。